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6的100次方是等于10的 k 次方了，那么他要你求 k 的值了，那我就两边呢给他取6个嘛，就100哈，6个6等于呢取以10为底嘛，所以这个就是 k 啊，那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100哈，啊6个6等于2加3嘛，就log 3加上 log 呢2，那这个约略是 0.4771 嘛，这约略是 0.3010 0.4771 18770，好，再乘以100的话，所以这约略是等于多少呢？77.81啊，反正77.81，那他要你求到小数点后第一位啊，所以是约略是77.8。